我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好。你喜欢的，不过就是一个你在十年间不断脑补出来的虚像而已，不是真实的我。我不知道什么是虚像，什么是真实的你。我只相信我所看到的你。会给别人捐钱，对流浪老人很好。直到校门口店主的儿子生病了，天天跑去买糖炒栗子的你。你在我心里特别好。你知道吗？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你。我知道。余泽，我现在也特别……谢谢你把以前的我记得那么清楚。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到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再见，那我走了。没事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声再见。嗯，快回去吧。青然，这个给你，再见。我曾经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，就是这样了，不会有好的事情发生，也不会有幸运的事降临到我的身上。可是我错了，命运给过我很多的关爱，甚至在这样的时刻也把他送到了我的身边。一直以来错的那个人是我，已经拥有过很多，想要活下去这种愿望太贪心了。您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没开空调吧？很冷。今天是有点冷，晚上还会下雨，我都觉得很冷。撒谎！你没必要讨我开心，我自己的身体
我自己知道。把你的枪给我。 以后别再杀人了，替我做了那么多年事，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为我做任何事了。你自由了，我不愿意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你最后一件工作，停止实验，把N-L药业的人都撤出来。 能送国外的送国外，不想去国外的给中间安抚。把吸血鬼全放了，反正实验室是秘密，他们也不知道是谁。不行，玉总，您再考虑一下。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。我说了，中断的。